此等小人，怕是一出函谷，便将陨落之事抛之脑后了。小人必有所聪明。就譬如这个郭开，见畸形事趋利避害，与赵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寡儿要和赵衍对弈，郭开这一枚棋子，便可抵金甲十万。可赵王衍亦非寻常之辈，臣怕他不会轻易上钩啊。 是。赵衍生性多疑，欲勾他入秦，非得几番迷阵才行啊。臣愿往邯郸，为大王布局。先生如果能去，当然最好。可是寡人有更重要的事情交给先生去办。为了所言甚是，我大秦需让六国内乱，让他们无暇顾及合纵抗秦之事，故。 传命姚谷、邓若，明日入宫，我等君臣一起将对照之策再推演一番。诺。快到邯郸的时候，和后面的马车分开走。大人，这是为何？蠢！要让春平军的人看见，我还能变白？ 丞相信老，丞相信老。小人听闻丞相遇险，我彻夜难寐。丞相，我走之后，邯郸形势如何？大王得知丞相被秦人捉住，断定丞相难逃秦人惩处，下诏。 推举新丞相，春平君举荐李牧为假相，武将们纷纷附议。大王已召李牧赶赴邯郸，我为大王深入险境，大王却待我如此薄情。大王外出游猎。 是不是也晕了？你不是被秦人所捉吗？啊，大王，臣九死一生才逃脱的秦人的虎口，臣以为此生。
再也不能侍奉大王了，大王，大王啊，大王，大王，大王啊！臣依然得手，刚要带赵姬返回邯郸，不想秦王当日去雍城迎归赵姬，他发现赵姬失踪，就布下天罗地网来追捕臣。臣临机应变，屡屡化险为夷，眼看着就要逃出秦国，不料一门客露了马脚，被那秦军识破，臣就被那秦军所拿，臣的随行门客皆惨遭屠戮。大王，臣愧对王命，请大王治罪。你劫掠了秦国的太后，他们就没有把你怎么样吗？大王，那嬴政派人折磨臣，让臣构陷大王，他好趁机兴兵攻赵，可臣视死如归。大王，这都是那嬴政派人折磨臣的罪证。那你是如何逃出秦国的呀？大王，臣被那嬴政关在咸阳狱。咸阳狱的一个狱吏，他的祖上是我们邯郸人。这个狱吏佩服臣的胆识，趁夜色带着臣逃出咸阳。狱里人呢？在我二人逃离之时被秦兵所杀。哦，这样啊。妾听闻丞相回来了。王后，哟，果然是丞相，能深入险境，我赵国就缺少这样有胆识的大丈夫。大王，应弃用李牧，重新对丞相委以重任。你懂什么？他入秦劫掠秦人的太后，现在秦国一定震怒，要举兵攻打我们赵国，我需推出假丞相，让李牧奋力为我拼命啊！郭开差点被秦人杀了，乃是我赵国的功臣。大王若再立假相，置郭开于何处啊？寡人也没想到，他怎么就跑出秦国了。大王，大王，臣自幼跟随大王你，忠心不二。大王，大王，那李牧是赵毅的人，他若得势，赵毅
更不会对大王好啊。此中情事，寡人比你明白，寡人也自会考虑。大王，邯郸有消息了。赵国庙堂推举新的丞相，郭开返回邯郸后，未受重用。臣明白。这个叛贼顿若在何处？还在赵燕边境。顿若欲入燕，便被郭旦大人擒获。搜出这封书信后，郭旦大人便命斥候快马赶回邯郸，向大王禀报。好，速将这叛臣贼子捉拿到邯郸。寡人要扒了他的皮。诺。昔日的赵臣，眼下却成了秦使。这是赵王衍最不愿意看到的。此时的赵王衍正一步步走向秦王政设好的圈套。顿若，你背弃寡人，侍奉秦拱，没想到吧？今日落到寡人手上。我乃秦使，奉我王之命前往燕国，不知大王将外臣劫到邯郸，是何意呀？何意？寡人问你，这是何意？说也是死，不说也是死。顿若何必多费口舌呢？你先是叛国而去，如今又给嬴政姬丹送信串联，当诛九族。你若是说了，寡人免你不死。大王说话算数，你说还是不说？来人，给他拉出去作为肉泥。哎，大王，大王，我说，其实啊，秦王不光是让臣给燕太子送信，还要臣顺道去齐国一趟。联燕盟齐，三家联合起来对付赵国，是也不是？真不是啊，大王。那是为何？秦王联燕盟齐不假，可真正要对付的不是赵国，而是楚国呀。编，你继续编。臣所言句句属实。秦赵交战数十年，赵国损失惨重，而秦王也未讨得便宜。秦王思虑，赵国是块硬骨头，眼下一时半会儿还啃不动，因而什么？因而预先吞了楚国这块肥肉，但又恐赵国发合纵以援楚，这才派臣出使燕齐，能使燕齐两国出兵，掣肘赵国。如此，大王的兵力只能与燕齐纠缠，而秦王则无后顾之忧，大举攻楚。你觉得寡人会信你这些鬼话吗？今大王但发一言，我命休矣。
臣还有何可隐瞒的？楚国虽大，然士卒林立，去景昭三家拥兵自重，秦王正是瞅准了楚国人心不齐，这才有此谋划呀。来人啊，把他拖出去，三日三夜让他跪着，不许给饭。大王，臣已经将什么都说了，还请大王宽宥啊。大王，大王。将军，你怎么看？大王，臣以为秦国联姻蒙齐是真，攻我还是伐楚还尚难判断呢。三国联合攻我，寡人倒是不惧，只是攻楚之事，对于我赵国而言，那是有大利而无害啊。大王英明，楚地方圆五千里，代价近百万，可不像魏韩两国任秦国宰割。秦楚相斗，必两败俱伤，趁着他们鏖战之时，我休养生息，厉兵秣马，过段日子就跟秦国争霸天下。大王，可如何能让嬴政攻楚，又避免燕齐两国？将邓忍押上来。邓若，你在秦国待了有些时间，你对嬴政应当有所了解，你说说该怎么对付嬴政。大王，臣自被截获到现在粒米未进，能否先让臣吃饱喝足，再给大王出主意？大王应给他吃顿棍棒，看他说不说。此番你要是吃饱喝足，说不出个计策，寡人烹了你。谢大王赐饭。大王，臣之计两个字，蒙秦。来人，拉出去烹了。大王，请听臣说完，要杀不迟嘛。大王息怒，且先听他狗嘴里吐出何。大王试想，秦王要的是攻楚时罩不住楚，至于联燕蒙齐还是秦赵合盟，这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赵秦合盟，让秦狗去跟楚国干，寡人趁机灭了燕国，岂不美哉？敦若，替寡人写封书信给嬴政，说寡人要跟他盟约。大王，大王三思啊！大王，这秦王恐不会同意。
顿若，一个月之内，如若嬴政不答应，寡人烹了你。我奉赵王之命，觐见秦王。放行。大王，今日好兴致啊！王后，你来了，看寡人如何一箭一箭射死秦寇。大王，丞相已经回来多日了，为何还要冷落他呢？夫人之见，嬴政是要他人头，寡人不把他交给秦国已经对他不错了。再说了，他从秦国能安然回来，寡人不得观察他一下。报大王，公子聪回来了。在何处？在偏殿候着。叫李默跟春平君入宫议事。诺。大王，议事怎能不叫上丞相呢？多一个人也多一个谋划嘛。嗯嗯。把锅盖叫上。诺。臣在秦宫反复游说，秦王方才应允免去丞相劫掠秦太后之罪，但秦王仍然不信。我国与秦国真心会盟，所以附加了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秦王说，只有大王亲自入秦，方能彰显两国会盟之诚意。什么？寡人入秦？臣以为，只要秦国和赵国盟好，大王入秦一游倒也值得。不可！大王，大王万万不能入秦呐！那嬴政手段狠毒，大王入秦，万一中了嬴政的圈套，日后谁来统领赵国？寡人放心了。大王，放心什么？自你从秦国逃回来，寡人还不放心，以为你跟秦人勾结在一起，联合欺瞒寡人。看来你是清白的。大王，臣多年追随大王，怎会与那嬴政勾结呀？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寡人知道你是忠心的，为寡人的安危着想，值得嘉奖。但是李将军说的这个话也有道理。大王慎重啊！当年楚怀王就是被嬴政的曾祖广去秦国的。此一时，彼一时。大王，臣以为秦王没有诓骗大王之缘由。你，秦王若敢扣押大王，必遭天下唾弃。臣即刻合纵六国，陈兵函谷，令大王毫发无损地返回邯郸。行了，
寡人知晓各位都忠心，秦国要的是楚国，他奈何不了寡人。大王英明，大王入秦可做两件事保大王安然无恙。哪两件？其一，要求秦王以国书诚邀大王入秦，并昭告天下。秦王顾及民生，就不敢加害大王。大王，将军言之有理。其二，大王入秦前要册立储君。赵国有了储君，秦王害大王，乱我赵国之计尽废。大王，你还有什么顾虑呢？立储，寡人思量一番，这件事再做定夺。何人？王后。丞相。王后此来，是为立储之事。丞相果然聪明。直说吧，大王要立储，这储君只能是谦儿，你有何对策？这公子家有淳平君和李牧竭力扶持，此事难办啊。难办也要办，丞相莫忘了，本后在大王面前说过多少你的好话。开，绝不敢忘。谦儿若是成为储君，日后成了赵王，你还是赵国的丞相。若是公子家即位，那日后的丞相也不知是春平君的还是李牧将军的。郭开明白。20000金已交给你家宰，走了。王后慢走。妾只求大王能给谦儿一块封地，妾与谦儿去封地过活。你说你好好的，这是唱的哪出啊？可是大王已决意立公子家为储君，那妾与谦儿再也不敢有其他奢念，只求能有一个安身之地。哎，只要寡人在，邯郸城岂能容不下你们母子啊？啊！可是大王马上就要去秦国会盟，这邯郸城就要交给楚军监国。我去秦国就是签个盟约，又不是去了不回来了。来来来，你先起来。你先起来了。来来来，起来了。
大王当的，去个女驴还要做你的车轿。王后又和大王私闹了？哎，夫人一个就想着他那点事儿。大王莫生气。大王说句心里话，大王若入秦定盟，还是让臣跟大王去吧。你不怕秦人剐了你？能跟随大王，就算死在秦国，臣也心甘情愿。你必须留在邯郸，寡人入秦定盟，你在邯郸城看着春平君和李牧，守好寡人的照顾啊。李牧手里有兵，公子家又有赵毅等宗室之人拥戴，臣怕守不住啊。万一，臣是说万一他们趁大王不在。没有万一。是臣言错了。听大王的。大王，公子家已经到了五相之年，理应陪同大王检阅赵军。甚好，寡人正有此意。赵王衍本就对赵毅、李牧暗中扶持公子家为太子放心不下。太子万年的声音一出，顿时他下定决心，改立公子谦为太子。这个赵衍，要寡人以国书相邀，昭告天下，方肯入秦。好啊，寡人便遂了他的愿。蒙毅将军到。大王，客卿顿若密信，呈上来。诺。赵王已立赵谦为储君，臣不日归秦。采呀！将此两份帛书交于上卿和廷尉。诺。
看赵衍这封帛书，可看出症结所在。文笔稍显粗鄙，但文理还算通顺。两份对照着看。秦国与赵国文字迥异。寡人看赵衍所书国书，心中便有一个想法：七国语言相近，但文字却相异。各国都有各国的书写规范，就拿同一个马字，秦国和赵国便完全不同。寡人要带领大秦一统天下，需让天下士人书同文，这样我大秦的律令法度才能通行天下呀。大王，书同文确实必要。商周之朝行分封之制，诸侯阻隔不相往来，各行其文字，使天下教化又于一隅，难以沟通。臣在稷下学宫时，也曾为六国典籍书写混乱之事烦恼。今大王厘定六国文字，必会造福华夏万代。李斯，臣在。寡人便将此事全权托付于你。大王将此等千古大事交给臣，臣定会竭尽所能。哦，太傅来了。大王，太子，大王斥候来报，赵王即将赶往咸阳与秦会盟。赵秦会盟？哼，准没好事儿。大王明锐，臣也在思量，赵秦结盟达成，这赵国没了后顾之忧，恐怕还会再度发兵攻我呀。大王，我燕人乃周王之后姬姓正宗，赵国马奴若敢来犯，定叫他有来无回。嗯。父王，赵军强悍，良将辈出，当年巨心为廉颇所败，我大燕国力大弱，至今尚未恢复。儿臣以为，阻拦秦赵结盟，才是上策。太子所言有理，为今之计，定不能让赵秦这两个虎狼结盟啊！赵王和秦王，难道是寡人的臣工吗？太傅，你觉得他们会听寡人的号令？这，大王可派遣王族子弟围至于咸阳，取信于秦王。秦王即使与赵王结盟，也不会坐视赵国攻灭燕国。这个主意好。父王，儿臣虽与秦王是旧识，可儿臣上次赴秦时已与他生了嫌隙，儿臣这次实在不便再赴秦国。你是太子，太子为质，才能显得我燕国有诚心，
秦人才能信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像妇人一样，怕这怕那，日后怎么承袭燕王之位？父王，去还是不去？儿臣遵命。昨夜风凉，起看四野八荒，寂寞。